大鹅在东头。我都问过，我这一辈子得到的奖状啊、荣誉啊，其实也真不少，但是优秀共产党员这个荣誉最让我觉得应该珍惜和欣慰。我是一个老党员，对党我满怀跪乳之恩、反哺之爱，回顾这一生走过的路、经过的事，我发自内心的感激党的关怀。阎肃老师呢，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艺术家啊，他不光是做艺术，那么做人都是我的榜样。孩子写了那么多的积极向上的正能量的歌词，他都是描写祖国、描写党、描写社会、描写人民的。我哥是生在保定的，我二哥生在汉口，我是出生在重庆。现在的人可能对一个桃子和难字可能体会是不深的，但是过去的尤其是华北平原的那些在农村的这些人，对于桃子那就是太痛苦的一件事了。1930年，阎肃出生在河北保定，父亲是航母出身，家境富足。阎肃7岁那年，抗战硝烟四起，一家人背井离乡，在战火的追逐下，开始了穿越大半个中国的颠沛流离。我们家就从河北保定逃难到了汉口，到了汉口以后呢，就日本鬼子又杀到了汉口，完了再从汉口到了重庆。在重庆落脚之后，一家人的生活还未安定，头顶上的敌机就呼啸而来。重庆的天空越是晴朗，就越让人胆战心惊。从1938年到1943年，日军对战事陪都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大轰炸，在敌机的疯狂袭击中，近12000名平民无辜死伤。当时在重庆，我那个地方叫做南岸慈母山，所有的当时从河北逃难的同乡炸的就是片瓦无存。日本人一轰炸就炸了，整个炸了，把我们家炸什么都没了。我们大概都躲在床底下的，完了就出来就跑，就一家大小4个人，我爸我妈我弟，因为很小还捧一块包袱，就剩一个这么个小包袱，什么都没有，就跟着大人跑在嘉陵江边上了。是非常惨痛的，回目一看当时那种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景象，就人久久就不能忘记。那时候我父亲他40多岁嘛，仰天大哭，什么都没了。我母亲没说话，低头垂泪。为什么我跟我大哥会隔12岁？实际上我还有两个姐姐，我这两个姐姐呢，就是因为小时候出麻疹，但是因为日本鬼子的这种侵略和轰炸，没有钱去看病，也没有地方去拿药，结果就活活的病死了。这件事情在我们家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那么一个血的，应该说是一种仇恨对日本鬼子。所以我想这次我哥之所以在93这个抗日战争70周年他会那么去拼命的去工作，以至于有几天都没睡好觉，以后还在坚持工作，可能就是以这种刻骨铭心的这种有关系。这是坐落在重庆南岸慈母山上的一座修道院，大轰炸后无家可归的阎肃一家
在这里找到了栖身之所。接着这片山中短暂的安宁，严肃的少年时代就在这个院子里悄然度过。生活不只是苦难，跟着这里的修士，他一面学习洋人的英文，一面学习古人的四书五经。把大哥搁在修道院，就是因为他不用花钱嘛，就能够自己管他吃管他住，就是在那一段时间拼了命来，真是的非常努力学习。他总是在那里是第一名，都不是前三名，他永远是那里的第一名。修道院的法国神父看中了严肃的认真聪慧，极力想说服他随自己回法国学习神学，但山外的炮声没有停息，神父的劝说终究成功。要离开这个教会学校，这个法国神父很是不满，他用法文骂了我将近四个小时，要不让走，他生气。14岁的严肃最后留下一句话：“您说大过天，我也不再走这条路了，我要换一条路走。”1944年，严肃顺利考进了重庆南开中学。此时，重庆聚集了众多南下的左翼志士，新的环境让他的人生真正开始了一次重要的转折。在那里边，他就是如鱼得水，就仿佛进了另外一番天地。40年代的重庆，在战火掩映下的另一面，是作为文化中心的风光旖旎。校园的围墙外面是炮火硝烟，墙内却同样是少年们好奇懵懂的青春。很近照相逢一台痴，匆匆又别离，水流又挥花落入雨，无限惜别意。白石为梦，明月为证，我心早相许，今后天涯远长相依，爱心永不移。青年学生必然会接触这些白光的啦，吴英英的啦，那时候像什么卡萨布兰卡啦，魂断蓝桥啦，九六公粉带啦，很多很多美国片儿。接触的音乐是许多许多的靡靡之音，突然之间你一下子接触到一个雄鸡，雄鸡高呀吧高声，哎呀没听过了，我说太神了，怎么还有这样的音乐，只觉得此曲只应天上有了。也从那个时候开始接触了，就是有那个马列主义的那种教育开始，就从哲学教育开始，就才知道还有另外一片天。在南开的时候啊，就一位老师叫赵京片，这位老师他也是很会动员学生，先教这些孩子唱什么呢，山那边好地方啊，这些歌。那这些歌，那小孩们这些我爸这些年轻人他们一听，闻所未闻呢。按他的话说，第一乍一听觉得这是音乐吗，就不像我们熟悉的那些歌。山那边的好地方啊，一片稻田黄又黄，什么什么，大家努力来耕作呀，没官单谷子堆满仓，大鲤鱼呀，他没说什么，他就说山那边好得很。这个山那边谁都懂，说的是延安，说是共产党的解放区，但是他说的是山那边，山那边。1945年的秋天，山外边传来了抗战胜利的消息。严肃激动得夜不能寐，然而好景不长，带给他人生转变的赵老师很快遭遇不测。进来好多特务啊，就给抓走了，东打听西打听一问，别的老师他是中共地下党，大家听说过呀，原来就在我们身边啊。解放前由于国民党的黑暗统治，百姓颠沛流离，民不聊生。严肃对这一切深有感触，那这一辈子赶上了国民党那几次币制改革，我全赶上了，就眼看着家里面的钱包了嘛。就是当你有很多很多钱的时候，忽然一夜之间这个钱作废了，就是法币变成官金了，对，官金变成了金圆券了，金圆券变成银圆券了。我记得我太印象太深了，就买盒火柴得背一口袋，那个钱都不数，
哎呀，啊，过去就腰要分量就折了，就是你可以拼命的挣钱，挣完了钱，这钱忽然之间就不是钱了，就是一堆废纸。他们去到街上去演活报剧，这种事是我们是知道的，但是我不知道那就已经是地下党的活动了呀，那哪懂啊，一点都不懂。他就很少回家了，那个时候开始。反饥饿反进站嘛，张有顺挨打，特务打我，特务抓我那进步的老师，抓进步的学生。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学校进步的学生是就是占绝大绝大多数，因此特务来还真是有点出，因此不能拿所有的学生都打我。你就必须跟着去，你不跟着走，你简直就耻辱，你太不是人了。就感到突然之间，你就觉得时代和国家和民族怎么和你自己就连得那么紧了。南开中学毕业后，严肃考入了重庆大学，在这里迈入了他人生的新阶段。重庆大学的档案馆里至今还保留着严肃1938年入学时的登记表。严肃先生的那个入学的那个花名册注册表。很少有人知道，严肃本名严志阳，这个如今我们熟悉的名字是他1952年参军时特意改的。这一本是那个严肃先生1950年那个休学的名册。就在这一年，严肃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组织需要让他辍学，从重庆大学不让他再念了，以后就加入这个重庆市西南文工队，就西南宣传队，实际上是当时叫他，就听从了组织的话，就毅然从重庆大学就辍学回家了，就是参加了革命，完全服从。我完全，我们这就是那一代人，我们觉得能参加革命就是一大幸事，至于做什么到哪儿去，那都是次要的。在那个时期，这样的决定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曾经有一个重庆税务局局长的女儿大家闺秀，我觉得我哥走的路是对的，我觉得他应该理解，他应该支持他，可是真的没有，因为我太知道他们之间是不是短短一天两天，而是数年的这种友谊，最后就是因为志向不同，就完全走了不同的道路。这才让我认识到一个人的世界观就是这样的，每个人的选择在一个历史关口真是看你是怎么想的和怎么认识的。在整个的大的时代面前，当然那时候你说我们惶惑不惶惑，也有不惶惑的一面，就是我们坚信解放军会来的，共产党会成事业，我们的国家会变好的，这点我们是坚信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愿意去努力。严老，今年您高寿啊？85岁。您在空政文工团工作多少年了？60年了，我是55年来的，半个世纪都多。你不是吹牛，真的，生是空军人，死是空军鬼。老兵了，老兵了。这是1953年。23岁的严肃第一次穿上军装时拍摄的照片，这一穿，军装就陪伴了他60多年。有时候我就想，我哥挺有意思，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大哥永远是一个夫子的样，就是一个文人，但他骨子里头有一股韧劲儿，是军人的那种血液，所以他一辈子特别喜欢军装，特别喜欢这种生活。1952年，严肃来到抗美援朝前线，在慰问演出的过程中，他看到了许许多多保家卫国、浴血奋战的无名英雄，严肃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从军报国的思想深深扎根他的心里。1955年，严肃加入空政文工团，为了能够创作出深入人心的作品，他和杨明、姜春阳、文采、
成为了一名普通的空军战士。空军的兵就叫机械兵，管地面的，维护一架飞机。我记得我们去的时候还带着文工团那种肩章呢，到那摘下就是个小列兵。有一天傍晚，我们的飞机还没回来，我看我们的机械师扛个舷梯，他就眼巴巴看着天上，在那远方。我忽然感觉，我们这一帮子人，连着飞的，在我们地下的，我们的心全在那上，在上天上的，全在这个蓝天上。为什么？我们爱他。哎，那天夜里头我写了首词儿，叫《我爱祖国的蓝天》。这首《我爱祖国的蓝天》是中国空军最有代表性的主题曲，歌词简单质朴，却充满力量，激人肺腑。这首歌是阎肃创作的第一首军歌，也是他的成名之作。从1960年面世至今，已经传唱了半个多世纪。此后阎肃创作了大量军旅题材的歌曲，军歌成为他作品中数量最多，也是他最为看重的部分。像《我爱祖国的蓝天》是所有年轻人到团里都要传唱的，因为这是真是他的经典。我觉得在那里边，那个《我爱祖国蓝天》那才是真正的他能反映他内心的世界的真实反应。所以他，你说他热爱祖国热爱空军，不是空洞的。那他的所有的作品都是传达出对祖国的爱，对我们空军的爱，然后传达的是给我们年轻人传达的都是正能量。我爱祖国蓝天，就是阎老50多年前在我们这儿当兵时创作的。我们很多飞行员都是听着这首歌才到部队学习飞行的。这首歌能唱出我们军人的强军壮志、豪迈之气。唱着他的歌，我们冲锋陷阵有力量，军旅生活有动力。我想面对这种生死考验的时候，我爹绝对还是个战士，他永远是个战士。虽然他没有带兵打过仗，但他骨子里就是一个绝对的战士，一个非常牛的一个男人。这是我们印象中阎肃创作的最为经典的歌曲。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阎肃做出了让全家人留在大陆的抉择。2年之后，他放弃学业，选择参军。正是因为这样的经历，60年代，阎肃创作出极富感染力的歌剧《江姐》。他已经知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诞生了，他知道五星红旗已经升上天安门城楼了，然而他在敌人的牢里，这个是他独特的，他不可更替不可替代，他是天生他特别适合歌之咏之。天大的好消息，今年的10月1日，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1961年，小寿红颜刚刚灭世，阎肃便萌生了创作歌剧《江姐》的念头。他找到了曲作家江春阳，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为了能够更加深入了解江姐，
阎肃和作曲一起来到了重庆渣滓洞。每次降解带到刑场的时候，他揪了多少难友心呢、啊、我们采访他们战友，他说别说是一个女性啊，你这男性你根本都不行啊。每一次刑法都是昏迷，全身带血推进牢房。你为什么叫江姐呀？其实采访的人也许那时候年龄都比他大呀，跟他叫江姐，尊敬他呀，这种感动他，这种体验严肃要比我们多。部队没有闲暇时间，利用难得的20天探亲假，严肃在小屋里的写字台前整整坐了18天。放假的时间没有满，他就回来了，见到我，老姜，我写出来了。一件事把我打动了，应该说把我们几个作者曲作者都打动了。拿着这份18天写成的初稿，严肃和空政歌剧团的战友杨明、江春阳、金沙开始了歌剧江姐的全面创作。两次南下采风，定调、谱曲、填词，四个人一写就是2年。假如说有一个担子有200斤重，他挑100斤，我们三个人挑着100斤，痴迷到什么程度啊？吃饭的时候看到这个饭，看到这个菜，都麻和都和江姐联系上。江雪琴，你想的怎么样了？当时全国正在同时改编小说《红颜》的文艺团体多达64个，如何让江姐与众不同？严肃在人物塑造上下足了功夫。与60年代大多数文艺作品对反派的扁平化处理不同，江姐中最大的反派沈养斋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哎呀，江小姐可真是有胆有识，令人钦佩呀。在这场对江姐的劝降戏中，沈养斋复杂的性格得到了最为充分的表现。我也有7世儿女，父母家庭。我也有7世儿女，父母家庭。我也曾历尽沧桑，几经挑战，等于他这个还是从家庭人伦的这个角度来劝江姐投降。在那个年代的文学作品里头不多见，一般都是把敌人塑造成哇，这都没有是这个从这个人的角度来说什么的，就是所以呢，但是我爸呢，因为他就是说他接触到的这些国民党特务啊，他劝降的方法很多的，没有那么笨。关于对沈养斋的塑造，严肃在采访中曾有过这样的解读。他动摇他的思维，动摇他的信念，最好办法就是用情感。情感最好的情感这种沟通就是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往往这个时候你对方的心灵比较脆弱，很容易攻破的。注重对反派人物的刻画，无形中为突出正面人物增加了难度。剧本已经完成了，但歌剧团的领导提出要求，必须创作一首主题歌作为江姐的题眼。任务交给了严肃，并立下10天的期限。快到10天了，歌词儿没写出来，我们就想在这么一个屋子里，我们几个人，严肃，你什么时候出来这个歌词？我们等你呢。他就在那个兜里头拿一个纸片，啪拍在桌子，你看这行不行？我说你念什么？红梅赞，红梅赞。他比较突然一下子，红梅赞，江姐怎么是红梅赞呢？你念那词儿，一念词儿把我打动了。红梅赞得到创作团队的肯定，但歌词中没有一句提到江姐，是不是过于隐晦？不少人心中依然存在着疑虑。排练厅在排练红梅赞，我们有一个清洁员在院子的扫地，他
他听着排练厅里面排练那个歌，他在拿那个扫把，红颜上红梅开，一边扫地他一边唱，我们觉得可以了，有希望了。歌剧讲解一开幕，就在全国引起了轰动，剧中的经典唱段很快在民间流传开来。南京、上海各地演出以后，到什么程度呢？实行那个发型，就是江姐的发型，服装就是江姐那个蓝旗袍，戴个白围巾，还有那个手绢，五分钱一个手绢，就是红梅赞。1964年10月13日，江姐上演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歌剧团来了一行特殊的观众。毛主席那么多歌剧没看，唯独看了就江姐。啊，你不是江队长吗？毛主席烟瘾比较大，抽着烟，他看江姐的时候看到第四场，我就是江队长。毛主席笑得高兴，他抽烟那个烟灰啊烧他手指头了，他才感觉到，哎，他动了一下，那时候我们都看见了。完了，毛主席和大家照相，那时候大家都高兴，希望能和毛主席握手，有的同志到前面去握了。当天阎肃并没有抓住与主席握手的机会，当时的他还不知道主席已经注意到了身后的这个小个子。我爸这个记得很清楚，有任务啊，就车就开到中南海，就到门口，车里的人就喊是阎肃。我爸，哎呀，家伙，真是我的一叫我的名字就往里开啊！到了停车了那一刹那，才跟他说，主席要接见你。我就这么稀里糊涂就进去了，哇！这一直瞪到主席跟前，戴个围脖，那么胡子拉碴，戴个摘了破毡帽，鞠个大躬，旁边小孩们都笑倒了，我就已经觉得无地自容了。主席过来，并不觉得你这个不这个穿得很破破烂烂，还没有，还是照样的。这一握手，我一看主席。我也很激动，没说出话来，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这平常这个嘴啊，好像还行，能够说两句话。到那节骨眼啊，再加上激动，加上惭愧，加上各种复杂心情，接受一种经验，说不出话来。我就说，我说还要努力，还要努力，就这么，主席那乐。2012年11月29日。江姐第1000次被搬上舞台，50年间，江姐先后5次复排。是我演江姐的时候，才20多岁，还对自己不是很有信心。然后我记得当时在选拔江姐角色的时候，他们对我的唱还是比较认可的，但是对我的这个形象啊、台词啊，还有我自己哈，都不是觉得我是江姐的最佳或者是不二人选。为了鼓励新一代江姐。阎肃不但为他们讲述江姐的经历，还拿出了一张江姐本人的照片。当时我记得我们排练的时候，他拿了一张江姐的这个老照片，黑白照片，说你们看这个照片像谁呀？然后大家都看了看，然后说哎，有点像王丽，有点像哈，就是他说对呀，他说你看江姐的原型就是一个娃娃脸，大奔头，鼓鼓脸。哎，我后来我想，哎，我心目中江姐都是那种非常高大，这个非常革命的这种感觉哈，我没想到江姐的原型跟我是如此的接近。我觉得她这个举动，还有的她的这番话，坚定了我可以演好江姐的信心。五代江姐以不同的方式诠释着共同的形象，对于这种形式上的推陈出新，阎肃并不排斥。我记得原来跟她说过，红梅赞有3种唱法，一种是美声唱法的红梅赞，一种是民族唱法的红梅赞，还一种是美通唱法的红梅赞。我就问他，我说这3种唱法哪种好听？其实他是一个特别能够接受新鲜事物的一个老人，他就说我觉得第3种好，更有人情味儿。不要用哭声告在所有江姐的唱段中，阎肃说
他最喜欢的是这一段与战友诀别时的五州人民齐欢笑。在他看来，歌剧江姐之所以要一代代的演下去的初衷就暗含于此。江姐最后在这个告别的时候赴刑场了，有一段大唱叫五州人民齐欢笑，其中有一句就是告诉他，告诉自己的孩子，胜利得来不容易，别把这战斗的年月轻忘掉，别把这战斗的年月轻忘掉。这句话我觉得是，就是我们想对我们现在年轻人说的，别把这战斗的年月轻忘掉。正因为他干了这样一件有意义的事儿，才让我们的后辈们这样传承下来，这样一边传承一边创新，让更多的人去缅怀他们，去铭刻这段历史。我觉得这是严老跟我上了一堂非常生动的一个党课和一个爱国主义精神的一堂课。生活中的严肃不拘小节，走到哪儿都是笑容可掬，不严肃的严肃成为人们对他的统一印象。正好我出生那个年代，墙上都在写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其他小孩啊一看到就会大喊严肃活泼，就哪儿一出什么事儿就说一定要严肃处理，又得被人说。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很烦恼，就觉得哎呀，你这叫什么不好啊。这个在我身后的那个瘦瘦的就是当年的严肃。我和严肃我们在一个队唱合唱的时候呢，他是男低音，我是男高音。严肃是很瘦的，个头也不高，这人是非常活泼的人，演活报，演反派，说相声，写歌词，他很活跃，一天嘻嘻哈哈。说我不严肃，我一生气就参加革命了，改个名叫严肃。可是后来好像也没怎么改，效果不大。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我说忐忑过去了，江南 style 过去了，今天就是小苹果了。严肃的幽默感随着岁月的推移有增无减，从他嘴里时常放出让年轻人出乎意料的新潮话。来点点赞就好了。周杰伦演唱了一首歌，里边的一个歌词叫无声黑白吧，他就会说哎，什么叫做无声黑白呢？刚开始就只有短信的时候，他就曾经批评过我弟弟，说你比我小这么多，你居然不会拼音，说老哥我就会。再后来就有了微信了，他也会让我们去学。今天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他马上就举手，昨天在腾讯上的一个什么事，前天在百度上查到了什么，或者这样在报纸上什么，或者广播上听到什么，就他的兴趣源，你刚才讲过了没，他兴趣源是非常立体的，很丰富的。被人们称为老顽童，严肃并不介意，无论身处哪个时代，他总能像孩子一样保持对一切新鲜事物的好奇。我总不愿意被这个飞速发展的这个列车给甩出去，车轮子飞快，它转得非常快，速度也很快，就这岁数啊很容易被蹭这个扔出去了。你等到你醒过船来再想抓，你抓不着走了，一日千里了已经。我很希望能够跟着时代同步，我觉得这个是最主要的，这是大局。我觉得写歌词这个事情啊，现在好像是任何人都可以写，谁都会写，但是把它写好了确乎挺难挺难的。我觉得我学写了这么多年吧，有的事情也是不明白的，也在那儿不断的在那儿想，力图让自己多明白一点儿。那么就没别的办法，就是你多琢磨，你多去看，多去读。你要想你这个灵犀一点能够被更大的人群受众同时能够通的话，你要必须你要有点大家
摸索到的这种时代的脉搏和这个人民大众的这种心态、这种感情。如果你没有这个积累，那你根本写不出来。1986年，中国观众围坐在电视机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等待这个熟悉的旋律响起。或许很少有人知道，这部《西游记》里绝大部分的歌词都是出自阎肃一人之手。蓦然分手，聚散要无乾坤尽，换来金箔，换来金。而在所有的歌曲中，最让人过耳不忘的，就是这首《敢问路在何方》。我一开始我觉得这很容易，因为我很小就读《西游记》了，很快我就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我又出发，都很顺。但是我写不下去了，我就不知道写哪儿算一站。我上上去我说到哪儿玩呢？这个就没有感到一首诗没有诗眼。他写词儿如果卡壳啊，他就在那儿转，叫磨磨，就是转悠。那天呢，正好是我在那儿复习高考，他跑过来，可能没好意思勒我，在那儿转悠。我说别老在我这儿转悠了，就是家里那时候有地毯。我说你看，你给地毯都走出条道来了。就这句话，哎，我想想就鲁迅先生的故乡了，故乡的闰土。他最后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世上本无所谓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油然而生，就这个。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你挑着担，我录完音以后，晚上就给杨杰导演送去。杨杰导演当时听完这歌就眼泪就下来了。《西游记》故事，我们从小就看小说，就知道这个故事，但是就没有想到阎老师写这首歌写得这么深。一番番春秋冬夏，一场场春风何？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一唱起《敢问路在何方》，就好像阎肃老师给我们每个人写一首歌一样，好像量身定做一样。谁唱起这首歌，又都产生共鸣，都产生共同的想法。敢问路在何方成为经典，这首歌也留下了80年代末的时代印记。改革使中国市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从1986到1988，就在《西游记》热播的三年，改革开放的步伐越来越快，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也使一些人陷入迷茫。记得中国经济困难的时候，说你们企业家在困难面前要学会三首歌，第一首国际歌，第二首国歌，第三首就是敢问路在何方。我爷爷小的时候，90年代阎肃创作的歌曲风格更为多变，但万变不离时代的脉搏。1990年刚刚兴起出国热，他写京腔京韵，守住传统。当人们都说京剧已经过时，他把京剧写成了流行。这首家喻户晓的歌曾一度高居流行歌曲排行榜榜首，其中细腻的情感演绎让人们一度认为这是一首情歌。然而阎肃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是为了打假写的。中央电视台呀，经济频道
商标法颁布十周年，找我去策划，策划晚会，那时候就是假药事件嘛，假货嘛，横行嘛。我说这个得写个歌，导演就找人写了，找了一圈人回来跟我说，人家说没法写，打假怎么写歌啊？哎呀，我说这有何难呢？太容易了，拿来我写就是。大话是说了，真写写不了了，怎么写？您的手表是真的，我的眼镜是假的，都不对，这不是歌，我觉得这可乐。哎呦，真正写我才知道他们说的有道理，打假不好写。打开电视看，正好穿戏《白蛇传》，就是用这个靴子一撩那个铠甲，靴子打一踢这儿，踢出一只眼睛。这个法眼一睁开，上看三十三天，下看十八层地狱。这个法眼呢叫天目天眼，在佛经上有讲究，还叫慧眼。如果我们都有一双法眼不好听，如果你我都有一双慧眼，我就不会买假货了。这些歌曲一唱就流行了二十多年，又在不同的时代被人们赋予新的含义。在一个大宏观时代变化当中，他坚持用微观的细腻的小作品，用一首歌看似像闪闪星火一样的，但这种作品很准确地切入了时代的脉搏。会发现他从三十岁左右开始啊，到八十几岁这个创作始终是这样，既和当前的形式紧密结合，但是我一定有我自己过了多少年看还耐看的那边的东西。他对中国传统其实是有很深的感悟，但是他进得去他出得来，严公是把古典的这种文化精神其实是画在他的现代语言里面，他是最好的白话文，但是你看得出这个白话文里面是很厚实的。所以他为什么这几十年他的创作能够让几代人都能够感动，我觉得这个是他非常具有独特性不可替代的一点。2015年9月3日晚7:50，世界的目光汇聚在人民大会堂，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晚会，胜利与和平进入了倒计时。作为晚会总策划的严肃，提前3个小时就来到了现场。他我跟你讲，那天晚上到了现场就跟孩子一样的，穿着军装，早早就坐了一大排，幸福的满脸通红。胜利与和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台面向全球的重大主题晚会，演出现场汇聚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首脑。如何利用这个契机更好地呈现真实的历史？严肃立主抛弃传统的晚会形式，他就认为就应该是情境式的人物性格外化式的东西，它不应该是人们熟悉的舞蹈语汇。除了形式上的突破，这台晚会真正跨时代的意义在于，第一次将正面战场与敌后抗日武装搬上同一个舞台。为了实现这个想法，严肃反复斟酌，最终创作出这个着力表现中国远征军的节目《旗正飘飘》。我不止一次听他说，就这一次只要能够把这一点突破了，让国共两党能够出现在一个舞台上进行抗日，就完成了我们多少年想完成的一个理念，叫中华民族的伟大抗日，是全民运动。关于这首《旗正飘飘》，我们找到了严肃在创作会议上的发言。黄四先生的旗正飘飘，旗正飘飘，马正啸，哪个让死不了？好哪儿好哪儿好哪儿，报国在今朝，功在前，成出鞘，家可破，国须保，就是这样的，魏汉章的词。这个当时是很棒的词。从2015年3月1日，晚会创作组正式建立，85岁的严肃已经在这里持续奋战了6个多月。
十一点十二点多，一个正常85岁的老人，你怎么也睡着了嘛，都在床上了，他还在人民大会堂的这个会议厅里面还在这儿讨论呢。走，朋友，我们要为爹娘复仇。走，朋友，我们要为民族战斗。黑夜里，黑夜里，黑夜里，当飞行员们什么什么无所没什么事儿。我们还谈天说地了。突然一声信号弹，现在起飞的时候到了。同胞们向前走，别退后，把我们的血和肉去拼掉敌人的头。牺牲一刀最后关头，牺牲一刀最后关头。我们习惯坐在中一区的8排到10排之间，他总在12、13排。关键时候，我都要回头看看他。有时候到很晚了，我们都说：“哎呦，袁素老师，你回去了，你的身体不能跟我们比。”没有人说散会，他是坚决不走的。作为晚会策划组里唯一经历过抗战的老人，这个夜晚对于严肃的意义非同寻常。他跟我说过，他毕竟年纪也大了，像参加国家这样重大的一些晚会啊，他机会越来越少。他说一次比一次的更加珍惜这个机会。我呢特意就跟他问他，我说爸，你呢有没有特别想见的人一直没见的呀？他说没有。我说那有没有一直想干的事儿，一直想干的事儿还没干的？我说那有没有什么遗憾啊？他说没有啊。我说怎么可能呢？我说我40多岁都一堆遗憾啊。我说您这都85、86了，怎么可能呢？他说真没有啊。人一生问一问能有几天，人一生想一想不过3天，跑过去的是昨天，奔过来的是明天，正在走的是今天。请别忘记昨天，认真想想明天，好好把握今天。但愿到了明天，今天已成昨天，你依然在我身边。啊，春梦无痕，秋夜缠绵，如歌似月，似水流年。但愿到了明天，今天已成昨天，我依然在你心间。还是三爷，万劫万劫永远高。